有哎，阿昌跟秋禾西，没有人追得上他，秋禾西率先通过终点，真的。达到了分组第一名，他的成绩是10.09，而阿昌紧追在后，通过了终点，成绩是10.33。哇，前姐看到夏禾西的表现了，哎，真的让人惊艳。你看我们，他今天表现真的是让人家这个是最后那个还这样拼过去。你看跟女子组跟 Kimi 一样，今天表现那种运动家的那种精神，最后不放弃。你看最终拿下了最好的成绩。是，快点放松。我看你跑超猛啊！你太快了，夏禾西。对我来说，跑步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平常练长跑，可能从20几公里到42公里，甚至铁人三项，我都有在做这些运动。起跑还蛮顺畅。我现在回想起来是，我突然觉得我的脚鞋子的部分好像踩到一滩垃圾，踩下去的时候那边完全是没有力量的，就整只右脚先软掉，然后先把。拉起来之后，起跑之后又把鞋子撑破，所以我应该选择一双正确的跑步鞋。鞋子破了，你脚跟那个上衣不是有点扭到，膝盖也有，哇痛！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做。其实我很想去帮忙，因为我也是运动员出身，所以初步的一些简易的东西我可以帮助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场有更好的防护员嘛，但是对于他们受伤，我还是觉得很担心。对，好的，好累啊！对，啊，好，太累了，我不想再玩了。夏禾西，他真的很强，他外表感觉就是弱弱，可是他跑起来就是。很猛。其实我觉得我100公尺原本没有跑那么快，但是因为今天起跑的时候阿昌跑在我前面，我想说怎么可以输他？他你讲了什么话呢？夏禾西是我以为他是来逛街，他的表现让我觉得跟你的气质好不像。然后现在还好吗？都还好，可以了。有扭到吗？还是有啊，手腕。他摔很大力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对，那我好像。最近这半年没有摔那么大力，你要不要？你要400就要跑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真的不行啦，待会没有啦，真的啊，真的可以啦。如果真的很痛，我就没就是。可是这样受伤的状况也测不出真的那个程度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你不要尽全力。真的啦，我不会啦，白痴哦。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不行，我就会说不行。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运动，我也很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。那当下我会坚持，觉得还要再跑400公尺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还没有开始感觉到身体的疼痛，因为整个肌肉跟所有受伤的地方都开始保持热热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可以办法去跑，就算我跑输了又怎么样？但是至少我完成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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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等雄兵再开始了。400公尺是弯道出发，其实每一个弯道呢都会缩减8公尺，它其实是公平公正的。那现在要经过到第二个弯道之后，开始呢速度有没有提升起来？哇，阿昌一直保持在领先的状态，而且看起来距离有逐渐的拉近，但是后面的几位选手呢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一白头发。夏禾西，他开始把他的速度加起来，一档换四档，现在要经过到最中间的第三个100公尺。夏禾西是配速哦，是夏禾西比较靠近了内侧这个跑道，现在这个距离他能够追得上吗？阿昌，现在要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，直线冲刺，胡宇威是第一跑道的胡宇威，夏禾西被超没力了。阿昌的后劲十足啊！看一下遥远，然后他现在赤脚哎，赤脚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
好，最后是阿昌通过了终点，拿下了第一。走！哇，好厉害！气哇！哇，又他们学长学。看到市长太扯了，从头冲到尾，很真的我没看。太厉害了！辛苦了。这一比很多过年的运动会硬很多，硬哦，很硬啊，超硬的。你知道过年的运动会像是圆游会？对啊，这真的是硬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在参加全中运一样，真的。全台湾最硬的运动会来了，我们每天晚上七点半都睡觉。你应该先要去shower，然后喝一杯威士忌。我反而觉得弯道超棒，我也觉得超爱这个，我也觉得弯道超棒，我也觉得弯道超棒，我也要这，我觉得一嘛，我要大家都喜欢那个弯道，我超爱那个弯道。原来你是弯道系列，弯道系列，他是弯道系列，弯道过一次，弯道过。Wonderboy， 可以找他代言，他是 Wonderboy， 跑步棒 Wonderboy， 是我的绰号，Wonderboy， 第一集就有绰号。